什么叫公关？公关及公共关系，是社会组织同构成其生存环境和影响其生存与发展的那部分公众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一个组织为了达到一种特定目标，在组织内外部员工之间、组织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关系的科学。公共关系这个概念首次出现是在1807年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国会演说。1904年艾维里使用 public relations 这个词来描述公共关系的概念，他是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后来人们把它简称为 PR， 这就是公共关系的缩写。公关由社会组织、公众、传播三个要素构成，是社会组织为了生存发展，通过传播沟通、塑造形象、平衡利益、协调关系、优化社会心理环境，影响公众的科学与艺术。